放送回来啊，不对，你才是我的真正的家风。很良心的代志哦，好，我来处理。上家不能抢我的感情和亲情，不是我的。不管你叫什么名，是什么身份，我爱的都是你这个人。我才是家风的家风，我眼前所有一切，绝对袂当让人破坏。你甲爸爸就是天公伯给我上好的礼物。这个世界上敢来到我罗家风，只有我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你的表情哦，未出是头一届收到查埔仔送的礼物。阿婆啦，头一届送我的礼物是亲手画卡。你讲啥？我今个张启勇他卡在迄个金边拿出来，甲印团服务。你把身体记住哦，越来越危险，越来越强。你哪个继续拖？也是，我死，死甲真痛苦。启勇的身体若是体出来，甲印团是粉丝无话。家风唔再来啊不？我是不是应该等过，要搁赶电赶到位，才出飞机去较安全啊？只是刚好现在都清醒，家风出现，我是怀疑，这敢是一陷阱？我已经知影粉美罗家风是啥，伊是刘总裁大汉后生，陈中志，甲罗家有感情的人，一直拢是迄个陈中志。既然你家己知影，伊爸这番为你几十年，将一切全部向我，安尼唔才是正确的。既然爱迄个罗家风回来啊。个人玩，无人爱罗家峰，卡卡可能莫了烧哦。我眼前所有一切，是我心心念念半世人的美梦，我绝对袂当让金玉出去。你是罗家峰，我唔对，你才是我的真正的家峰。我这个计划上关键、上重要的人是你，很重心的代志哦，交我来处理。我看，咱袂用搁伫个遮讲荒诞啊。我先带你回去，你把所有经过发生的事情讲给我知。我明仔日都回去讲出所有真相，那你爸妈都一定会爱我，一定继续选择陈中志做队长。光着你